各位同心，今麦开始上课啊！大家请坐。各位同心，今麦开始上课啊！大家请坐。来，正开始来上课哈、哦，开始啊哈、哦！各位同学，大家平安，甲恁恭喜啦哈！恁知影通来上这个高级班啊、高级班是要加强咱一挂法律的迄、那个的迄个了解哈、哦、啊！到底台湾民政府诶主要的理论是咧贡献了哈？哦我今天要跟各位做回来研究的是，目前台湾的实际国际地位，台湾的国际地位到底是什么啦？哈，哎，咱足侪人讲。台湾啊，是一个新国独立的国家。古早张乐教授讲的，新国独立的国家啦，是不是现在足侪理论啦？啊，到底台湾在世界上目前人家怎么看我们台湾？哈、哦，我今天来跟各位研讨这个问题了哈。哦、TCE 是啥 ？TCE 是代表啥？T 台湾 ，C 西某 ，G 是 government 啊、哦、，TCG 的是台湾
民政府，哦，台湾民政府，哦，啊，咱伫各地各州啦，吼，咧聚会，啊，迄个开始，拢有开幕有安那，爱唱歌唱三条，唱什么歌？第一条，啊，台湾临时，迄条是台湾临时国歌。啊，第二条是日本，第三条是美国。为什么要唱这三条？哦，一定有原因嘛。为什么不唱那么多条？人哪国家唱一条的？台湾不是国家啦。哦，哎，啊，谁哪读了就知影讲，台湾是事实上是日属美战啊，所以日属都爱唱日本的国歌。美战爱唱美国的国歌，啊，佫是人，咱嘛都爱家己有国歌，啊，因为也袂做国歌，哦，也袂做出来，啊，所以用这条出埃及记来做 ，The Exodus Song 出埃及记，吼，用这条来做咱的国歌了，吼，用这个国歌，啊，我要互各位知影讲，哎，来，咱安一直咧唱，一直咧唱，这条歌到底是咧唱啥？咱小可来看这个，这是我的土地，上帝给我的这土地，给我这勇敢古老的土地。当朝阳照在丘陵与平原上的时候，我看到了什么？一个孩童可 freely 自由地奔跑的地方。每一个国家吼，每一个国家，拢这个主要就是这个 free 国家吼，自由的国家。自由的所在，一个孩童可自由奔跑哈啊！这是个过来啊，主要要变成这个家园。如果我们必须战斗，我将奋斗，将这土地变成自己的家园，即使奋战至死，这是我的土地。哦，好来，这是第一条。咱我要给各位知影就是讲，这一条多加这条哈，多加这，就是一直在讲哈。我们要这地，咱来用，就是讲，给咱这块土地，咱要安那把这块土地变成一个自由奔跑的地方，哦，孩子可以自由奔跑的地方，这是这个临时国歌的意义啊，哈、哦。啊来，啊个来第二条唱日本的，日本这条国歌有哪？迄、那个，伊是明治时代1914年开始有做这条国歌，1914。啊，到当时就无去啊呢。1945是啥物年？天皇投降的麦克阿瑟啊，将日本国歌给废掉。哎，真正给废掉哦。日本迄阵就无这条国歌啊呢。到当时，刚刚日本刚刚恢复。你看，安尼给废掉偌济年？40几年呢。哎，日本无国歌呢。到1999年8月13日，佮开始佮唱这条歌呢，吼、哦，佮开始佮唱这条歌，日本国歌吼、哦，啊，日本国歌32个字了吼，足短的嘛，吼、哦，足短32个字，哎、欸，世界上短的国歌对一个，跟日本，足短的嘛，32字呢，啊，跟日本是上短的。不是，我有写的啊。这是哪位？啊，对，乌干达哈、哦，这个国家它的国歌哈、哦、只有25秒，比日本国歌更加短，哎，25秒的料。哎、啊，这个国歌很特别了哈。伊这个25秒是安那呢？伊这个国家这条有版权，啊，所以我若去甲用了，烂落了，啊，落来当家放我各位听，我都爱去纳钱啊。吼、哦，伊特别，你若去甲放美国国歌、英国国歌，什么倒去，哦，什么有诶国家拢免钱嘛吼、哦。这个都爱，伊他有版权，你都爱甲纳钱啊。我若放了，我若无纳钱，我都要叫罚款吼、哦。这个乌干达特别的。
啊，这是安尼哦，各位做参考啦吼。乌干达，较25秒尔啦吼。哦，啊、来美国国歌，美国国歌到底是咧讲啥？美国国歌，甲翻译起来吼。诶、美国国歌咧做这条国歌的时阵，是伫美国跟英国咧对抗英国的时阵，咧战争的时阵所做的一条国歌。啊，所以你啊看这个这个。一夜的炮火依然嵌在我军的碉堡上，火光闪闪，炸弹轰轰作响。他们都是见证国旗安然无恙。哇、哦，见证啪啪啪啪啪啪啊！过去再去，哎，他们的国旗还在啊！哦，迄阵都在对英国战争的时阵，所做的一条国歌了哈、哦。啊，因在这自由国家勇士的这样国歌哈，拢、哦、一直在强调这个自由，哦。哎，一直咧强调这个自由了吼。哦啊，咱家有一条台湾日式美战曲吼，啊，搁一条台湾翠青，哦，这条我呾做足久啊呢。台湾翠青，1993，哎，这是基督徒的研究过看没？好，进吼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吼，拿来唱迄个爱国歌曲吼。弄唱这条台湾翠青呢、啊，哦，台湾翠青，可是不好唱，不好唱。虽然是九五年，1993告进，零我妈21年了哈。捌唱这条人举手我看麦，捌唱的人，无人捌唱这条，哇！太平洋西南海边，美丽的台湾翠青。你有感觉足歹唱，这个歌足歹唱，安那呢？我无得。太平洋西南海边，鼻腔音啦吼。美丽的台湾翠青，都是。鼻音不雄壮了，这边做国歌不雄壮，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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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捌听诶无？即个歌是萧泰仁做诶呢，哎，迄是台湾人世界上有名诶音乐家吼、哦。可是吼、哦，我有甲讲啦，萧泰仁吼、哦，伊伫迄个前年10月，加上吼当直到当半前，有转来台南，他是我的学长啦吼，伊、哦、啊转来来找我，啊我讲诶、欸，拜托咧，来搁做一条迄、那个。台湾国歌好不好？吼、哦，第一条虽然安尼安尼，迄个台湾翠青虽然好哦，但是歹唱，歹唱。伊爱，但是他最身体实在，他回美国以后，他的身体实在不好，常常进出 ICU 了哈，加护病房，已经身体就歹，所以讲伊无法度，啊无法度，只有啥，咱家己爱做啊。我用这个目的就是要，哎、欸，在座各位。你若有朋友是音乐家，即摆就爱叫伊开始跟来做国歌，啊，做国歌，我要参考资料，对我用互你看。台湾国歌的损失，就是台湾会当做 Commonwealth 联邦24邦联，啊，迄、那个国歌内底，哇，拄好只几啊条拢是即个自由，哦。要做国歌，一定爱就是讲，这个所在有自由，安开当做国歌。咱别日啦，上悬会当做到什么？邦联尔，未当成为国家嘛？哦，咱你若这个高级班上了，你就知影讲，这个上悬会当做邦联，堪称做邦联。日本天皇下骹，日本啊，台湾，咱堪日本是做邦联安尼啦。那亲像大英国协下靠50几个国家呢，
大英国协下靠54个国家，拢是 Commonwealth， 拢是邦联哦。啊，因各个国家拢嘛，因有因家己的国歌。加拿大有加拿大的国歌，纽西兰有，澳洲也有，大概嘛有因的国家。啊，因的每一个国家吼，拢足强调一点自由。哦，我纽西兰哦，纽西兰啊，你看纽西兰的国歌嘛是。愿上帝保佑我们的自由之境，远离战斗，是不是？每一个国家的国家拢在讲这个自由，哈、哦。我用这个要让咱知影，就是讲哦，拜托各位，恁若有好朋友是音乐的，因为，照这个经验哦，年底可能就会接到监管的。好、哦，我听了拢要昏去啊，是安那？我无人通排啦，今仔日拄仔我等下伫啊，迄个开幕典礼，迄个个政治局跟事务局的迄个点招啊，有哦有点已经派了第一期到十四期的人，因阮迄阵拢有甲做现象测验，啊有甲分讲啊，你是对一局对一局，要分的所在实太侪，啊无人啊，即摆对事务局到，我甲恁讲一个好机会，下个礼拜吼。还有一次补点招，就是受过高级班训的，你后礼拜会赴嘛？后礼拜礼拜日，有呐，今仔日一摆，后礼拜搁一摆补点招，恁都有机会当赴着后礼拜的点招，因为要点招，这些人是要做啥呢？委员呢，就是政务官呢，哦，唔是去，唔是迄个郡啊，现在下骹拢是中央级，啊是那。州政府的内底的，拢爱派只委员去支援啦，吼！啊，要派要派的工作实在太多，可是没有人可以派，吼、哦！来，我用这个来先我讲一下，这个我用这个目的，就是要让咱讲一讲吼，国歌，你那老朋友，你叫伊赶紧做，来，啊，咱呐每一摆要的时，拢爱写，拢爱读这嘛，吼！咱这位来读了，主席都爱念这嘛。那开幕的时候，来，咱这位来读这。台湾民众的主张是：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第二，主张是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合约。第三，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不使用暴力和武力，促使各种方法使中华流亡。第四，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不合作也不配合，咱那里我们在官网哈、哦，啊，第一条就是这里，哦，主席打败了两面，这是咱的宗旨，哦，那两个主张，两个立场，哦，这大家爱读个熟了哈、哦。哦，来，咱这是第一期到十五期，迄、那个阮已经分派了的这个。各委员的哈，哦，啊，对于十五期以后到现在，你们下个礼拜都有机会可以再来补点来点招啊，点招了，我们就给你分配工课，哦，啊，所以我们这一期最幸运的，下个礼拜还有机会来一下一本来下一下讲十五期到二五期的，当来点招了，应该你那受试完下个。礼拜补点招，二十六期的人应该也可以了。我多加，等下我甲秘书就讲，让二十六期的人有机会来，阿玲来报入去吼。足多呢。吼，什么国统交通啊，足多环境治疗啊，什么
作为足侪足侪啦吼。哦，足侪机构呢。啊，政治局也足侪呢。我用这要给各位看的吼，主要内容，主要要拜托各位一件事，什么事？唔通干呐？你一个来受高级班的训练，因为受高级班的训练才有资格。这哪派你去？这吼，这哪派你去啦吼？你哪改一个去吼？保证一礼拜去用兵批来转来。这派去拢是政务官的，啊遐遐遐个工基层的工作人员拢照常咧做。你去改一哪改一个去吼？连你两声就死啊！免一礼拜去用兵批来转来。哦，啊，所以我用这个目的要甲各位拜托一项代志。就是你赶紧，搁招你换贴的，哦，你的好朋友，赶紧过来受训，扛你做伙，派去倒位，那四五个家己换贴的，气嘛较劲嘞，嘛较劲会调，啊，无一个叫变撇啦啦，哦，我拜托各位，我用这出来各位看的目的是要拜托恁，搁招恁的，迄个好朋友换贴的，紧过来受训，扛你做伙派去倒位，哦。加还不是这些，不是在州政府里面的哦，这是在中央哦，不是郡那郡守考试嘿，那是在基层的哦，这是在中央哦，哎，所以恁有机会哦，现在年轻的你赶快来参加，我们欢迎，因为那忘记了做阿不牢固了哈，哎，阿都系年轻的，太黑了哦，年轻的希望较侪人来加入哦。好，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台湾的实际国际地位啊、哦，台湾的实际国际地位。有六点啦哈、哦，有六点，我对第一点来开始讲，第一点这我好像跳过去，这嘛让过去哈、哦。来，第二点，讲台湾不是国家啊。这是香港的呢，美国议员国务卿，要不足侪嘞，前国务卿鲍威尔，伊当时讲的呢，伊伫迄个北京的记者会讲的，伊讲啥？台湾不是国家，台湾不享有国家主权，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哦，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是安那美国较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对倒位一个会当看出来，啊，在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和平条约总共有27条，第23条写讲，台美国是 chief。Occupying power， 主要占领全国。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你来记下。这是记的。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旧金山和平条约第23条，写讲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好、哦，这是世界公约内底和平旧金山和平条约规定啊，就成是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有权能占领台湾的。啊，伊靠委托蒋介石来和。接受日本军的投降的，哦，迄、那个程序是安尼哦。啊，伊即摆无讲，较早是讲委托中华民国的蒋介石来哦。啊，因为中华民国安那已经啥，巧去啊，伊有即块王牌，恁有看到无？哦，有人哦，老师有教过，伫南京迄块王牌，中华民国巧去啊嘛。美国有人无叫中华民国，无叫即、這个。伊叫伊啥？台湾 Authority 哦，是啊，叫做台湾 Authority 代理商啊，毋是伊进美中华民国死啊啦，伊进美国无讲你是后死呢，伊讲台湾 Authority 哦，美国咧对中华民国政府，伊无讲中华民国，伊不承认，因为中华民国在世界上已经消失了。恁若有上网去上网吼，恁会用上网。去上网去 AIT， 啊！你甲查讲，
要签证，你比较怕，甲有台湾，较怕都无 ROC 啦。ROC 伫迄个伫美国网站已经拢无去啊。ROC 美国网站拢无哦，已经无迄个中华民国了哈。好来，咱不是咧讲 Chinese Taipei 哦，咱啊运动会注意。啊，咱警告单也唔知影讲，新闻说 Chinese Taipei， Chinese Taipei， 拢讲我说中华台北，事实上不是中华台北呢，中间有离无去，什么离无去 ？Chinese government 政府 in exile in 台北 ，exile 是流亡哈。中华台北。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中央就抓无去啊！啊，刚才是中华台北尔啦。哦，中华台北全名叫做中华民国政府流亡在台北。哦，哎，我这有讲，有讲过吗？流亡的地方要用城市的名字，有人讲的这无？哦，啊，未使讲 Chinese 台湾 ，no。爱讲 Chinese 台北，哦是讲 Chinese 高雄，伊若搬去高雄，伊就讲 Chinese， 爱用城市的名字哈，这是国际法了。哦，那是讲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灭亡，啊，走去英国，也对，伦敦爱叫做 French London。二次大战韩国无去，韩国的民政府走去上海，叫做 Korea 上海。哦，爱用城市的名字，这是国际法对流亡政府的。底下个讲起来吼，你新民说独立关税领域区，哎，目这较深啦，这较深。我讲一点，是安那个叫做独立关税领域区，咱台湾是呢，啊，去甲查查嘞吼，是安那个，什么地位可以当做独立关税领域区？就是被占领的地区才叫做独立关税领域区了，哦，被占领的哦，台湾是不是被占领的？是啊，啊，所以台湾是叫做独立关税领域区，就是伫遮啦。啊，咱古早拢唔知影，连你咧去签的迄个蔡英文嘛唔知影呢，讲嗯啊去啊开会，李登辉问伊讲啊是安怎用独立关税领域区？嗯，啊美国就讲用这款就会当参加。啊！甲李登辉报告啊，这是安那？哎，伊嘛唔知讲是安那？啊，照国际法你甲查个，独立关税领域区就是被占领地区，用独立关税领域区来黑了。啊，所以咱台湾是独立关税领域区，事实上是，甲你讲个足清楚，咱你阵都唔知讲迄是被占领地区呢？咱台湾呐、啊，国际法内底一直甲你讲，你就是被占领地区，咱拢不自知啊！哦，咱足厉害，当用独立关税领域区，台湾独立关税领域，听着独立安尼爽歪歪，事实上迄就是被占领地区啦，哈。哦，即个讲的啊，即个鲍威尔讲的，伊底下呢，李孔孔是十月 October 二五 in press conference， 就是 in 北京的迄个记者会讲的，台湾不是独立的，台湾并不享有什么主权，哈。啊，来，搁第三个迄、那个，这我想跳过，因为今日时间较短。来，换这个人，这个是美国的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的现任部长。美国是卫生部兼服务部，服务部做伙做一个部啦，哈，兼服务部。这是这个服务部是 human service， 就是人类服务啦，哈。啊，卫生福利部啊，兼。服务哦，做一波了哈、哦。啊，你们看这嘞、個，这是当时呢，你看看 ，She was governor of Kansas from 2003到2009。伫这六七档的中间，伊是做啥 ？Kansas 诶啥？州长呢 ？Governor 就是州长哈。伊、哦、做七档的堪萨斯州的州长呢？啊，了州长了。他叫迄个，他派做迄个卫生部长啊，吼、哦！啊，你知影卫生部长得爱，伊伫江西伊个讲嘞，伊讲啥呢？
这个人吼，伊伫迄个 Kesselin 伫 WHA， 新苗在 WHA 哈。但你我说明，伊讲啥呢？我们已经很清楚的向世界卫生组织表明，而我认为美国的立场是没有一个联合国组织有片面决定台湾地位的权利。您大国吼，拢咧讲台湾安那安那，您拢无管理啦。当然，谁有管理？当然，恁爸有管理咧。啊，这查某袂使讲恁爸，恁祖嘛有管理人讲尔啦。嘿，真正恁祖嘛有管理人讲，讲这块土地的代志，恁拢无管理人讲啦。哦，一些啊是安那，啊美国吼，啊咧小美国啊，反正我反正美国吼，可能啊无要讲个清楚，伊若讲台湾是被占领地区。啊，根据就是那和平条约第二十三条，这都是阮美国的占领区，唔讲个清楚。啊，你咱吼，咱就改观啦，咱就伊啊，含嘛好啊，含嘛好啊，咱唔讲啦。啊，伊那从我讲恁祖嘛，恁爸啥啥，啊讲嘞，就咱就清楚啦。啊，所以咱拢一个被砍掉了啦，吼，哎。啊，来，我甲各位说明讲 ，WHO 和 WHA 的关系到底是啥？WHO 这个 O 就是 organization， 就是机构，吼、哦，咱分得清楚哦。咱来讲 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这就是机构 organization， 就是组织。啊 ，WHA 咧，这个 A 就是 assembly， 就是会议，吼、哦、啊，所以你有得啥？世界卫生组织啊，了有一个世界卫生组织诶大会，吼、哦、，WHA 是大会，啊，大会一当个开一摆。杨时开五月母亲节以后的拜，所以拢伫五月哈、哦。母亲节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嘛哈、哦。啊，这个是迄了迄个拜开 WHA， 啊 WHA 是咧开啥？每一个国家的迄个卫生部长、卫生部长哦，194个卫生各国的卫生部长来这里开会。那个会议就叫做 WHA， 哦哦，所以 WHO 和 WHA 搞清楚啊，哎，人来咧讲 WHO 啊，什么 WHA， 哦 ，A 和 O 都有差别 ，O 是 organization 是组织机构 ，A 是 assembly 开会，每年开会一次，所以 WHA 就是大会最高组成，伊开会咧决定代志，啊决定啥。啊！你 WHO 要去玩，他去实施今年的事情哈。你看 ，WHO 是 WHO 最高的权力机构啊。啊，你瑞士日内瓦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例行会议啊，那哈。啊，我古早我一个当新罗医院院长的时候，我已经去了六次了哈。阿扁啊，迄阵派我去的，啊，我叫我做行政院顾问呐，啊，代表台湾去。啊，美国的医生啊来，啊，澳洲的医生啊来，我都去啊，我逐当拢去呢。啊，去就是为着要加入 WHO 嘛，啊，都唔予咱加入，啊，咱就去啊，去街路去甲抗议啊，啊，唱歌。台湾专线，你是为着要加入吼，啊，逐当都去啊咧唱。啊，我以后甲秘书长讲，诶，老马厉害，是安厉害。你也无要较早甲阮讲这个理论啦，那这個理论讲个，台湾不是国家，根本就不能加入啊！啊，你逐当去啊咧吼，台湾专线你咧抗议哦，什么？我靠，那阵基本联合国还是我们还是到纽约去咧抗议啊，要加好像抗议不能加入，根本不是国家，你抗议到哪样咧？哦，咱清楚以后我就不去了，我去六七当咧，欸啊，就当个去抗议啊，要加入啊，啊他就不让我们加入，为什么？你不是国家，你不能加入。要知影，你就免聊很多了哈。中间有一个插曲啊，我当当去啊，这是彼个旁听席啦，这边是旁听席啊，啊这是大会的，啊这个拄好是这张是大概2003年，那时候台湾。正是 SARS 的时候，哦 ，SARS 的时候，啊那里，这个中国的卫生部长叫高强，
因为即摆我改做一点痛尔，我较早两点钟的时阵的课吼，我拢有放迄个高强的演说吼，大家听。我们血脉相连，哦，讲台湾血脉相连，台湾的人的健康是我们在照顾的，台湾的SARS是我们指导他来防SARS的。嘿，你伫边啊听咧完啦？我有哪会大声你讲啊？下句袂恁去走，我人徛起来，我徛起来，哦，对个来啊，徛个，啊，话是啥讲？来啊！哦，英语讲来啊，就是讲白实话啊。跟我讲白实话，咱台湾的健康是伊在照顾的呢，乱来嘛！我们的 SARS 是他在教我们的了。哦，现在他讲这样呢，啊，面袂红呢，啊，就讲白实话，我看因中国人讲白实话，拢足厉害。啊，我就起来个话，啊话了了，哇，迄个美国迄个联合国的警察就随我来啦，要甲你压住啊！啊，我的口罩搁挂了，因为是霎时，我拢有戴口罩去。啊，我搁穿白衫嘛，我穿迄个医生服去啊。哎，看我有那尊，可能有比较尊重我。要来别人压出去外口安尼，啊，我的口罩挂了，搁坐了安尼啦，吼，无甲你压住去啦，迄摆无甲你压住去啦。啊，为着安尼吼。你看，四位旁听席上呛声，新楼院长红了。哎、欸，这是你第一版呢？中国时报的第一版呢？啊，搁中华日报的第一版啊，安尼写了吼。啊，我吼，我一生吼，拄啊好一版报纸的第一版报我赵明祥啊，两个版，就是中国时报一个，中华日报，就是为了去啊呛声讲来啊，有影真正你。大家听，迄、那个我下一次若有机会，我放予各位听。好，伊个演讲哦，好，你听了真正佩服个，啊，袂过你回顾袂恁少，大家嘛会发，哎、欸，哦，啊，像教会公报嘛是一直讲向中国呛声了，现在，来最后一篇哦，台湾的国际地位哈、哦，这个去年六月九日，这是《自由时报》。报道的，为什么《自由时报》报道这个？因为那时候美国政府哈、哦，因为习近平要去访问美国嘛，啊，美国政府哦，为了让习近平了解台湾的状况哦，他把以前的那个秘密档案，已经解放的秘密档案，你报纸一直公告出来，公告那个以前的秘密档案，要秘密档案。要让习近平知道说、欸、台湾不是你中国的。那秘密档案都有写得很清楚了，台湾不是中国的，也不是中华民国的，也不是香的。欸啊、在这个秘密档案、哦、找出他这些、找到他是美国的，美国是找出就开始报了、哦、他找出我们这边有找到嘛，他会找我们半日嘛，来，这个六月九号的报道现在呢，伊呢，今天吼，伊讲《华府七日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49年，哦，民国38年写来机密文件，伊发表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呐，吼，啊，法律地位有待新鲜，对，就那个对日合约、旧金山合约，看来讲了哈，台湾的地位要等旧金山合约了哈，来，这拢马紧，这些中间叫谁哦？伊就是要让习近平知影讲，哎、欸，你整个这些文件就是一直在讲台湾不是你们的啦，哦、台湾的法律地位，哦，1993啊，一直讲，但是这篇文章最后一个要紧的点是对，台湾的法律地位仍是，哦，这篇总结个就是在讲这啦。台湾目前的法律地位是啥？被占领的，吼，在国际法律内底讲的台湾的地位，吼，唔通搁咧纯天的酸度搞讲，哦，台湾是台湾的，台湾哦，对不？啊，哦，是哦，是哦，迄个酸度的啦，哦，迄种是迄个选举语言啦，唔是照法律咧讲的，好，台湾这要记得，台湾的法律地位仍是被占领的土地，哦。台湾这地啊，比被谁占领的？
被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美国是战胜国，被他占领，他委托蒋介石来代理，阿林哈，来，加一个 people on Taiwan， 阿含 people of Taiwan， people on Taiwan， 来，哦，阿什么是 people of Taiwan？台湾人，你是不是台湾人？啊，你是？你怎么证明你是台湾人？就拍证明呢？啊，来 ，People on Taiwan 哦，迄、那个美国关系法哦 ，TRA 台湾 Relation Act， 就是美国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所对象是谁 ？People on Taiwan 哦。哦，台湾关系法是对 people on Taiwan， 马英九是不是 people on Taiwan？ 是呢，住伫台湾的人叫做 people on Taiwan， 啊，台湾人呢叫做 people of Taiwan， 这大家要记得哦，用 of 跟 on 安差一厘呢，天差地吼，哎，天差地哦 ，on 是讲你住伫遮的人叫做 people on Taiwan， 我是台湾人，我叫做 people of Taiwan。现在过来讲，要咱证明了，这块土地是谁的？啊？是台湾的叶秀，是台湾人的人叶秀。不，这大家用啊！我最近开始在迄个台南市的那个各胡伦社，拢有请因胡伦社啊，拢有请我去演讲吼，因为听了我袂歹，啊，请我去演讲，啊，我来甲问。问这条吼，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诶，百几个大家拢举手。这条，台湾是住在台湾的人诶，大家嘛举手。真正，台湾是安那，不是我诶，我住伫台湾啊，我出世伫遮，我啥啊，我讲台湾话啊，啥是安那？台湾不是我诶，大家举手。啊，即摆秘书长有讲啦，秘书长讲，即、這个 Ambassador Hotel 就是什么饭店？国宾饭店，吼、哦，国宾饭店原意就是 Ambassador Hotel 吼、哦，国宾饭店是在国宾饭店的人的各大家举手，无人举手啊？那大家怎样讲？哎、欸，不是吧？不是住在那里就是国宾就是我的，我住在台湾，台湾就是我的，大家举手。住在国宾。是你的，国宾是你的哦，大家知影他不是啊，哦，因为国宾的所有权状，你敢有？经营管理权你敢有？没有啊。啊来，台湾的所有权状你对，哦，台湾的治理管辖权在谁？治理管辖权日本天皇放弃以后被美国，哦，所以是美国管理，哈、哦。啊，所有权状呢？要从法理及国际条约来找、哦欸、不要只用感情因素及政治语言。哦，台湾是到底台湾人的龙啊？中国对不对？哦，对对、啊，选举嘛，那选举就是安尼，安拍搏啊，安拍搏啊。哎、欸，选举，我们来这里上课，就是要一切不要感情用事，照法理来行。哦，照法理讲啊，不要随便。感情用事啊，我感觉现在很多人问我说：“哎、欸，你是安那个民政府，无要主张台湾是台湾人的，要为什么要主张入主美战？这个不是我们的主张哎，是安那，咱去研究法律研究来，就是安尼啊，不是咱的主张，法理上这么写的、啊，不是我那会当主张讲，就是我嘛要主张讲台湾是台湾人的，是咱的，可是。”实际状况去甲研究起来，台湾不是我们的吧？哦，爱叫国际法律，唔当政治语言、感情用事来讲啊！我心里我心里想啊，来啊，那台湾这块土地是谁的？为什么说是日本的？给大家复习一下啊、哦，为什么说是日本的？来，您有读过？啊，1895年，哎、欸，
迄叫做什么条约？我甲各位讲者，不要再讲马关的啦，因为现在谁在讲呢？条约在什么地方定的？那个地方的名字就叫做那个条约的名字。啊，伊是伫什么设计？伫下关定的。哦，啊，谁在开始中国这边讲哦，做马关条约啊？伊遐都明明是日本的下关嘛。哦，所以这是下关条约啦。哦，下关条约讲较足清楚。嘿，咱拢有读过了哈。啊，4月17日下关条约是由大清大皇帝跟日本大帝国的大皇帝陛下两个签约的哦，啊，两个签约。啊，这原文的哈。原文是这样写：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就是皇帝靠有这个所有权。那像一间公司，总经理有管无？总经理就是政府啦。啊，董事长咧，就是那是天皇啊管。这个物件是董事长的啊。你总经理是被聘请来在管理的。日本政府是和日本天皇。叫来咧管理日本的，这个土地的主权是在天皇，吼、哦、吼、哦，这样大家啊对这讲个，唔是日本政府的啦，日本政府无管啦，总经理无管啦，吼、哦。来，下关条约拢总有十一条啦，吼、哦。啊，这是李鸿章，啊，看明，这个因第二后生啦吼。李金光是李鸿章的第二后生，啊，看伊藤博文，咱这拢较知影啦吼。下关条约吼，实在是伊个甲午战争是安那引起的，你知无？是为了韩国引起的呢。吼，啊，所以迄、那个下关条约第一条是啥？第一条是啥？中国任命朝鲜国。确为完整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成立朝鲜独立呢？伊甲午战争是为了韩国开始整的呢。我跟台湾扛起来，跟台湾也无关系啦。那是到尾讲，我军队了老侪，你爱什么来陪我？啊，伊都无钱无够人陪啊，用台湾朋友好伊的呢？啊，敢陪台湾朋友呢？敢要什么所在？唔对，唔是满洲国，迄三个所在嘛，辽东半岛挂三个所在，辽东半岛啊，台湾啊，含澎湖挂三个所在哦。咱历史上拢无读这个第一个啦吼，咱拢写讲台湾跟澎湖的，事实上是割了三个地方，辽东半岛啊。为什么辽东半岛要收回去？对，因为辽东半岛是清朝固有的领土，哦，就是领土啦。土地有分两种，一种是 territory 就是领土，哦，啊，一种就是 colony 迄个殖民地。我把给你带点，我解释迄个哦，2万2啦哈，啊人，即摆哦，两年后哦，你呐。无要搬走吼，你若要返去中国个，你返去中国；啊，你若唔返去个，我就甲你看做你是日本人，两当。啊，听伊讲，迄阵有几百个搬返去，唔免一当，佫赶紧佫走来，返去到底愈惨吗？啊，佫走返来吼，啊，然后是变做，所以袂使。马景海等下下骹佫讲来，即、這个遮过来卖看。什么都设计了哈，下关条约哈，来，因为下关条约关于辽东半岛割让于日本是违反国际法，是不是？故我领土神圣不可分割啊，所以俄国、法国、德国提出抗议，不和日本攻下，他们大清要签订
交还条约啦，因为你割让期啊，可以啊，所人出来讲了，伊爱行啊，爱行有一个辽南条约，咱拢也毋捌读到吼，古早一个辽南条约的时阵呢，干涉了啊，甲有一个辽南条约就是讲啊，这个辽东半岛爱国行等于大清帝国，因为伊是 territory， 伊是领土啊啦啊，这形容词足多啦，固有领土啦，吼、哦，也是咧形容领土啦，神圣不可侵犯，也是咧形容这个领土啦，吼、哦，啊，一个领土，啊，一个殖民地，这个、是 colony 哈、哦。好，来，土地有分两种哦，一种是 colony 殖民地，才可被割让，吼、哦，啊啦，领土咧不可被割让，固有领土，神圣不可分割领土。啊，因为1895年台湾是清朝的殖民地，啊，所以可以割让给日本天皇，哦，可以割让。啊，那是土，那个 territory 都袂使割让，哦。那前就1898年美西战争，1898年美西战争，西班牙战败，将 Puerto Rico、Cuba、Guam 和菲律宾。等西班牙的殖民地割让给美国为殖民地，哦，这几个拢是美西战争的时阵，迄、那个西班牙割让给迄个美国的哈，哦，这个咱有看过啦哈。古早伊要割让给台湾是干呐割让遮尔呢，啊，实是后壁还佫三分之二的迄、那个的土地哈、哦，是后壁迄阵迄个土地清朝管袂着啦。哦，啊！伊将伊统建区才管得到的，才割让。啊，讲个说，规台湾割让后壁遐，也毋是伊管理的啦。来，台湾主权的地位状况哦，即、這个政府归顺全台湾哦。你本来是1895年来的吼，伊了吼20冬，20年，他花了20年才将台湾整个哦。迄、那个什么什么，迄个什么战争啊？塞德克巴莱，迄就是拢一直咧征服，一直咧征服，征服个到1915年20冬后，佮从全台湾佮主权建立，佮规个拢日本管着了吼。啊，对，1937年，台湾实施繁民化，37到45。这几年哦，实施繁民化，新民歌是繁民化，就是和你语言给你教育，啊，名给你改，哦，这就是繁民化。来，你唔知怎样北海道无？北海道较早那是一个国家，一个部落呢，啊，叫日本占去，日本嘛是开始个繁民化，哦。在国际法里面要有繁民化，然后宪法实施在那个地方，才变成你的领土。啊，所以北海道伊头啊嘛是遐什么爱奴族的嘛，啊，叫日本甲占领了，开始甲繁民化了，它变作日本国土。哦，啊，咱见大家嘛知影讲北海道是日本的，哦，因为有日本宪法实施在北海道。啊、所以北海道啊是变作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哈、哦。来，这个是记足要紧爱记的。迄个1945年4月1号，日本天皇亲身签署这个下诏书，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于台湾。哦，四月七，这足要紧哦，1945。这在咱的法理上哦，就要紧的，因为实施宪法以后，台湾依然在台征兵，主权象征。当时台湾人开始有参政权，三十人，台湾依法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如同辽东半岛是大清帝国的领土。哦，1945年4月7日，了，台湾变作。日本的领土哦，所以是为了这个吼，
因为一四月初啊，含八月十五时间相对啊，所以迄、那个各国拢无注意到，即个台湾已经被繁民化，变作 territory 啦，才会造成咱台湾遐凌乱啦。迄阵啊，那较早因知影讲即个台湾已经四月初就变作日本固有领土了，你卡什么条约嘛无效，都未当分割，你搁有效搁挂嘴，你嘛都要搁返还哦。啊，所以这个才是台湾足了得的所在了哈。啊，我刚才讲到这个 Portsmouth， 因为这边讲到那个北方四岛的代志。啊，这个战争是日本跟谁的战争呢？跟苏联。哦，日本跟苏联战争。哦，啊，苏联讲哦，啊，就是日本的那个军舰开始用起来。哦，明治维新以后，哦，啊，苏去调那个军队，对那个地中海那边调军调舰队来要跟日本抢呢。日本等底下等你，唔知等一两个月啊，等你哦。啊，伊安武武当当武来到遐，唔免一两日尔，一挂村庄要日本甲拍甲东倒西歪，迄舰队苏联的舰队当死了了，啊死了了，日侵日俄战争，迄阵叫做日本叫做日入。罗西亚吼，因叫做罗志也罗，罗西亚日罗战争，啊日罗战争签什么条约？签这 Portsmouth， 叫做 Portsmouth， 啊 Portsmouth 是对，纽汉姆西亚，你唔知捌怎样纽汉姆西亚？新泽，迄、那个新汉布斯州纽汉姆西亚，伫迄个 Boston 的顶面，迄州号做纽汉姆西亚。啊，我伫 Boston 读册，所以我知影迄个纽汉姆西亚这所在。哦，来。你是不是说来签约？迄、那个条约就是迄个所在名，因为这个美国出来调停呢，美国叫伊讲来来来，你来，唔好讲啦。美国吼，美国的总统出来叫伊来 Portsmouth 签条约啦，这叫做。普斯邦斯条约啊，普斯邦斯是翻译的，翻译这都是 Portsmouth 嘛。哦 ，Portsmouth 是伫个美国的纽汉姆西亚。哦，我拄仔讲伫对签约的，迄、那个条约就是叫做迄个所在名。所以日俄战争签这个 Portsmouth， 主要是咧日俄战争啊。我写这因为别日啦，这有关系到北方四岛的问题啦。哦，北方四岛，苏联来占北方四岛嘛。哦，啊因为。这较早拢是日本的啊！啊，伊大阵，今日无啥时间讲广告遐。后来我互各位知影得，即、这个北方四岛吼，北方四岛是安尼，即南三四北方四岛四地岛啦。即大日本帝国伫遮，日本帝国在这边吼。啊 ，A、B、C、D 吼，这是北方四岛。即北方四岛拢叫苏联占的。啊，伊这是。迄、那个就是那和平条约无讲到遮呢，苏联出兵来占的。啊，即卖日本要去讨，啊，伊想讲啊，这个苏联输啊，国际法律苏联输啊，伊讲好，按一半行李，哦，一人分一半啦。啊，将 A B， 你看 A B 偌细的，啊，一半行李，当然日本咩，四地拢爱行我吼。来，北方四岛吼，第一地是100平方公里啦，第二地是250啦，第三地咧1500啦，第四地咧3000里啦。啊，伊讲哦，这两地一人分一半嘛，四个一人分一半，你两地我两地安尼啦。苏联啊，比这个我较更巧。当然日本嘛吼，嘿，啊，所以要互各位小可知影这个，别日啊会去会动到这个北方四岛的时。好、哦，各位小可知影这个北方四岛。啊，来，啊来讲到开罗宣言哈。啊、哦，咱开罗宣言是一个宣言尔了哈。开罗宣言所决的代志，旧金山合约无甲拆除半条。旧金山合约正式的条约内底无甲拆除。哦，我记一个咧，迄、那个琉球啦哈，伫开罗会议下讲是中美共管咯。开罗宣言写说中美共管，各位，旧金山和平条约有讲到无？
美国单独管理啊，所以开罗宣言无拆书半行啦。所以我下下讲，开罗会谈内容并非绝对能成为对日合约的条款。对日合约拢无讲到半行，就是让和平拢无讲到，无讲到台湾要移转给谁啊？有无？无啊，无讲到台湾要移转给中华民国，拢无啥哈。来，恁我这个爱国各位小可知影一下，这个头啊，这个开罗宣言吼，是伫你甲看下这时间，伊是10月27的宣言啦吼。因为啥呢？伊是10月22到10月26开会啦，啊到27较做开罗宣言吼，你可以啊。但是伫国际上吼，下个开罗宣言日期是啥是当时呢？德黑兰会议哈，因这三个国家吼开了，过当日，伊到27发表，伊28开始开会。本来开了会议是三个人开嘛，迄个中国、英国、美国三个人开这个开了会议哦。啊，是安那苏联唔来参加？苏联讲啊，你是个蒋介石嘛参加，你爸母爱参加，真正你唔来参加，啊，美国无法度啊。讲好，安尼先跟中国讲了，啊，过日，卡过去，德黑兰是伊朗的首都，吼、哦，这个用什么所在，就是做伊、那個，伊蒋介石回去了，卡换斯大林来参加，这个叫做德黑兰会议，啊，德黑兰会议的内容跟开罗会议的内容一模一样，吼、哦，斯大林完全同意这个开罗宣言，啊，所以因。德黑兰会议当时发布12月1号、啊、所以你美拿英国吼、哦，你写讲，哎、欸，开罗宣言是当时，伊会甲你写讲12月1号，伊会甲你讲1943年12月1号，所以这个机关用这個让恁小可知影，就是那时开罗会议应该是10月27啦、啊，咱明明写讲10月27发布，但是伫外国英国、美国拢写讲12月7。这就是德黑兰会议，跟开罗会议同款。啊，你有了解无？吼、哦，是安那个日期诶，变作12月1号。为什么会叫12月1号？就是因为德黑兰会议跟开罗会议内容一模一样。好、哦，来，好，再复习一下哈、哦。开罗宣言在位前，啊，德黑兰会议。12月7哈，哎、哦欸，这翻译伊会写，那英国吼，你要看足侪文章，英国拢写12月7咯，开罗会议是12月7咯，哈、哦，你来了解这个情况是安尼哈。哦，来啊，这日期也记得4月7，这是下诏书，台湾变成日本的固有领土。啊，来，迄、那个1944年6月6号 ，D Day， 就是诺曼底克大登陆，哈、哦，啊，登陆无老久，德国就投降了哈。哦啊，过来纳粹伫过冬的5月7日就投降啦，吼！啊，日本呢？日本较厉害啦，冻到到8月15日呢，那毋是迄原子炸弹，啊，毋是干那原子炸弹的关系啦。哦，苏联要求，苏联就要求，我苏联安那要求呢？日本跟苏联有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嘞，五冬，互不侵犯条约五冬，啊，所以。苏联吼讲哦，日本未来甲弄啦，哦，伊专心看迄个德国咧小战，即卖德国个投降了吼，迄、那个苏联五就投降了，伊挖过来，拍日本咧，嘿，也搁伫互不侵犯条约内底，都去也拍迄个东北，所以东北即啊东北是安那个，日本军的作用是安那个去互占去，因为。当时台北的两个迄个皇军吼、喔，两师啦，诶，迄个日本军作用的日本师哦、喔，调去对台湾，伊是美国可能要登陆台湾嘛，伊准备遐要来跟伊抢啦，唔知伊拍对迄个琉球，哦，
拍对乌克兰话去啊，所以啊，啊，东北人无军队啊，叫苏联一大久啊，满洲叫苏联占了了，哦。来，波茨坦，来，我甲各位讲者，恁唔免去读波茨坦什么者，波茨坦条约是就是咧讲啥呢？你记得哈，波茨坦条约就是咧对日劝降书，哦，你知啊？劝降书，就是讲，哎、欸，你日本啊，今甲来投降哦，啊，我什么，互你优惠军队啊，互你等于啊，什么啥啊，若要甲你破坏，什么啥啦、啊？波茨坦，哦，你咧记得，就是对日劝降书啦，潘文第八条，波茨坦宣言第八条写的讲，他要遵守迄个开罗会议的宣言。哦，第八条，这条有写的啊，准的对，规条拢咧写讲对日本啊，我什么什么啊，所以七月二六哦。到八月七十，日本的来啊，一个小数来个只，来八月六号，第一颗原子弹在希罗西马，哦，啊个三日后，伫那个萨基，哦，弄原子弹。这是八月七九，哦，迄个苏联跟迄，也阁有迄个互不侵犯条约的啊，也未到，伊个条约入世互不侵犯条约有效期才五年，也未到嘞，伊即摆就看迄啦，开始甲拍日本啦，哦，即不守信用的苏联啦，吼，你看八月八日就对日宣战的。啊，一个伫互不侵犯条约上关，都，哦，啊，都满洲都叫占去了哈。来，八月七十，日本天皇就开始透过这个瑞典跟瑞士，把这两个国家讲，来，你给我转达，我要投降了，无条件投降。八月七十哦，日本天皇就表示要投降了，啊，到八月十五，到同时间八月十五号七十，同时宣布接受日本的投降哈。来，这条是麦克萨第一号命令，这有人讲过哦，有人哈是麦克萨，这个征服者有权分配盟军的占领区了，啊，台湾才是足歹运的，去分配的蒋介石来。来，第一条啦，第一条是中国，因为满清这边有苏联占嘛，吼，啊，台湾，中国台湾啊，跟北越，哦，咱拢无晓，北越有哪就介些去占的呢？啊，是啊，占半当尔，家己撤退是啊呐，遐咧近啊，伊无通像台湾遐啰讲米啦，啥物啥，逐项运去中国。伊遐咧近，伊家己军队无通食，所以半年北越，伊就家己伊20万军队哦，伊就撤退等于跟共产党搁咧小战啦吼。啊，人其他占领的，你看这所在占领的所在足侪咧，啊，人拢八个月后就拢爱行啦吼，互相好了，大家拢行了啦。我唯独台湾无行啦，吼，干啦，台湾无行啦。迄个，哦，这，来，加，我阁加一分钟，阁讲者，时间到了吼。即个光复节啦吼，伊讲我这十月二五是盟军的台北中山日。啊，咱意思问，我们会不会光复节？啊，这1946年1月12号，行政院一纸公文，查台湾人民原系我国国民，已受敌人侵略，丧失国籍，知国土重光，其原有我国国籍之人民，十月二五起恢复为我国国籍了，就是将所有日本台湾人变更为中国。啊，行了，一国籍变更要符合自动意愿合法，无啊？
一个公文就把咱弄装变作中国人啊！我想，时间哦，时间无我后壁也足济。我讲，恁若有迄、那个嘿，迄、那个有带 USB 来，去会当去考我个，我这是公共财，去考我个，我后壁还阁足济，恁考登去家己看啦吼。那有带 USB 的人，哦，拜托较分，我这分分拢会使考啦吼。好，我时间到了，我公告加得，谢谢大家哈，谢谢。各位同心下课休困，我靠，会当用餐啦，谢谢。